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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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诸位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上一讲我们学习了第二十八课，要行上起信。第二十七课是不信行恶，就是我们佛法的门啊，是以信仰为基础，只有深信因果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善自己的命运。如果不信呢，他就没有善恶的报应思想。人一旦没有善恶报应的思想，他就会有侥幸的心理，总觉得自己做些坏事没关系，做的坏事不够多没关系，做的坏事还不够及时报应没关系，但是一旦报到了，自己就无能为力了。所以佛在讲完行上起信之后，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二十九讲，接下来这五讲，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，这五讲就是著名的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叫五痛五烧。佛讲有五恶、五痛、五烧，这按照顺序啊，应该是心有五恶，五恶就是杀盗淫妄酒，这个五戒戒掉了，那就是善；戒不掉，就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，这五种人间的恶业。由于这五种的恶业，这个行恶的人越行，他会越激动，越醒呢越糊涂。虽然这个杀盗淫妄这四戒叫性戒，就是你受戒不受戒干了都有罪的，但你受戒了，那你再犯戒罪就更重了。这个九戒呢，它是叫遮戒，是防止你犯戒的。没有受戒的人喝酒也不算错，但受完戒你就犯戒就错了，就有罪了。没有受戒的人不喝酒也没有功德，你们如果不喝酒的赶紧去持这条戒啊，那就有功德了。那你不喝酒的人，你不受这条戒也没有功德的。你像这个猪牛羊这些都不喝酒的，他也没有一点功德啊，所以不喝酒也不见得就有功德。但你受了这条戒不喝酒，那你就持戒的功德啊就很大了。所以这个五痛里面呢，他把酒戒当作一种恶。为什么是恶？就是酒能醉人，把人喝醉了，人醉了以后啊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所以他们说社会之所以浮躁不安，就是因为喝酒的人太多，喝酒越喝越糊涂，越喝越激动，
这就烧起来了。所以五痛，这杀盗淫妄酒这五样东西啊，你只要犯戒，它越犯越严重，越犯越严重。就像这个骂人骂习惯了，他越骂越开心，因为有人嘴巴很难听，你就不敢惹他，惹他他到时候骂你是吧？这个世界还是吃善怕恶的人多。那这个淫欲也是一样，你越放你越控制不住啊。偷盗也是一样，占便宜占习惯了，他越占越觉得哎，轻轻松松就占了便宜了，他就越想尽办法去占别人的便宜。这个杀生也是一样，所以这个五条戒啊，它是越做越严重，越做你的恶习串习就越厉害，越难以自控。所以五痛是我们的五种错误行为，实际上这个痛的背后意思就是让众生受苦，痛苦嘛。杀生你看让众生受苦了，偷盗让别人的财产没了，让别人受苦了，邪淫淫欲也是让别人受苦了，妄语欺骗也是让别人受苦了。所以这个痛是让别人受苦的，叫五痛。因此大家知道五戒的基础啊，是成佛的基础。五戒不守，人生不保，所以我们五戒呢是很重要的。那五戒如果都不能持，他一定会不停地去伤害众生，让众生受苦受痛，让众生受痛受到伤害之后，众生当然不愿意被伤害，你又伤害习惯了，这个冤家路窄情况就出现了。所以第二个就是五烧，这个痛它像喝酒一样，越喝越激动，越喝呢越想喝。杀生也是一样，损害别人也是这种习惯。就我们大家为什么生活家庭团体关系处理不好，就是你不停地去伤害别人，觉得我伤害别人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别人不能伤害我，你伤害我你就是坏人，自己伤害别人从来不反省自己，是你越伤害越严重，到最后发现自己伤的遍体鳞伤，是因为你自己伤害了别人，所以你把这个到哪里哪里关系都搞砸掉，是因为你自己啊没有反思自己。所以五痛的后面是五烧，这是像火烧起来要救火，没有救火它自己灭不掉的。那五烧以后，这个五恶以后是五痛，而五恶以后是五烧。五恶就是说，从个人来说，我造了恶业让别人痛苦了，然后这个养成习惯了，像火烧一样，火烧一样嘛，你被烧到了你就痛苦了。所以它的程序是五恶五烧啊，这五痛。那我们这里讲五痛呢，是指自他合假，就是你让别人痛苦，别人早晚也会让你痛苦，然后别人让你痛苦你也不甘心，你会继续让别人痛苦，这叫五烧，叫互相焚烧，互相在这个轮回的路上啊受苦，这是大的这个五痛五烧，这个五戒，所以特别的重要。也可以说我们大家这一生想要成就啊，修净土法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五戒持好，老实念佛，这基本上就能保证往生了。当然修净土的人呢，因为三根普被，也不用说你一定要持戒才能往生。如果这么一讲，很多人觉得我戒没持好我就往生不了了，就怀疑自己了。从净土的信愿行三之两是，不要问你有没有持戒，你只管自己信不信，愿不愿意去。那这个愿有了，你这个信心足了，你在生活当中就能够受用，身心受用了，当然你慢慢的在改变自己这种行为，哪怕一些习气烦恼也改过来，也会好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呢，大家还年轻，还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要懂得一些佛法的基本道理，那就是戒定慧三学。这个戒学的基本根本戒就是五戒啊，是根本四戒加上一条不饮酒戒，所以有时候也叫根本五戒。就这五戒呢，是所有的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的基础戒。这五戒如果没有持好呢，你其他戒就不用谈了，就根本就持不好。所以只有这五戒持好了，那其他戒其实太细了，有时候也很难持好。所以这五戒呢是核心的戒，把核心的戒持好，那我们就
此生就不会被五痛五烧啊，这个五恶所左右，然后我们想往生呢，就变得轻松自如。所以佛在讲行善起信之后，一定要把五痛五烧啊，接下来要讲。所以我们看经文，佛告弥勒，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，不作众恶，甚为至德，十方世界最无伦匹，所以者何？诸佛国土天人之类，自然作善，不大为恶，亦可开化。今我于此世间作佛，除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，以为最具苦，教化群生，令舍五恶，令去五痛，令离五烧，降化其意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，度世长寿泥环之道。佛言：何等五恶？何等五痛？何等五烧？何等消化五恶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，度世长寿泥环之道？这就是这个五恶、五痛、五烧的总纲啊。这开头先讲五个总讲，后面呢是分讲。佛跟弥勒菩萨说啊，说汝等啊，能于此事，就在这个娑婆世界，端身正义，端心正义，就心要端正，意念也要端正。心和意的区别在哪里？大家知道吧？心，这个当然这里面这两个字呢，经常会换着说。像儒家讲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那诚意正心呢，意比心要更微细，更看不见。意是根，心呢是实。那这里面如果按照儒家的说法呢，也可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要端心正意，就是你的起心动念，就是首先要端正你的起心动念。就我们念佛念经，这叫起心动念，念头起来了，这叫心，就第六意识啊，诚意正心。那意呢是指根，一根，一根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也要正。没有起心动念，坐在这里，觉得内心灰暗的，感觉自己难受的，很孤独的，很无聊的，这个意就不够正。就有时候你没有想法，觉得人活着很没意思、没劲，那没劲也是你的妄想。所以呢，一定要端心正意，有妄想你要往好的地方想，没有妄想呢，自然也要处在宁静端正的状态，这样子他的用功就六七十两个一起啊，能够同时在用。所以六七因中转，说佛赞叹弥勒菩萨，说你在这个末法时期啊，那当时还不是末法，他说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在这样一个生死苦海里面啊，你能够端心正意，起心动念都没有坏的念头，不做重恶，你看口跟身不会做坏的事情，就身口一三业都清净啊，甚为至德啊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啊，就是已经到家了，你的德行到家了，至高无上的这个德行啊，就在这里表现了。这世间的德行确实能达到端心正义，就已经是至高无上了。他说十方世界最无伦匹，就十方世界那些凡夫众生啊，都在起心动念，都在打妄想，都在想负面的东西，你看你能够端心正义，没有起恶念头，那是没有人能跟你比了。所以诸位知道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赞叹弥勒菩萨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对照一下自己哈，你现在是不是端心正义？那也是很难得的。说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他说诸佛国土啊，其他世界的佛国土啊，天人之类，天和人啊，都是善道，说自然作善，不大为恶，亦可开化。像其他国土或者是天人，他自然就知道为人处事应该善良，他不需要别人给他教化，不大为恶，就小的起心动念可能会起小小的念头，但是大的恶他不会做，
就其他的国土，他是这样的人呢，易很容易就可以开示他教化他，很容易开导，很容易教化。就我们大家这个眼睛一睁开看到这个世界，到处都有坏人，到处都有欺骗，都有各种矛盾，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你想教化，他说今我于此世间作佛，就释迦牟尼佛讲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你看其他世界天人都那么好，都不大为恶的，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是处在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，最为剧苦，很剧烈的痛苦。这个剧苦就是剧毒的意思，非常严重，就后果很严重，就是这个痛苦是不能间断的，这叫剧苦，痛苦是间断不了的。所以有时候人生几十年啊，惹事惹了很多，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另外一个问题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痛苦之中，这一个问题没解决，但读书没读好，痛苦了整个学生阶段，是吧？在学生阶段读书都最差的，经常被老师骂，被家长说，然后找工作呢也没工作好，又被领导经常说，就是你任何事情总是让自己一个接一个的无法摆脱痛苦，是教化群生啊。他在这个世界要教化这么多的众生，令他们要舍弃这个五恶，就把杀盗淫妄酒要舍弃掉，舍弃五恶，另去五痛，五痛，这个恶业消除了，痛苦也要去除掉，然后呢，另离五烧，这个是三个阶段，刚才说的造恶，然后呢，痛苦，这痛苦越来越严重，所以叫五恶五痛五烧，按照顺序来的，有时候呢，这个痛苦呢，这个五烧呢，是指身心如粉的痛苦，就先焚起来再痛苦，还是痛苦了以后再焚起来，这个看看每个人的理解。那么舍去离这三个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说的叫什么断舍离，你们也听说断舍离哈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叫佛系的人啊，他是喜欢断舍离，就在座的诸位，你们家里面自己的房间里面东西是不是堆得特别多啊？特别是岁数大的人啊，那个东西一堆一堆的堆，好像是连有些连纸板箱都舍不得扔掉呢。那房间里什么东西都堆得满满的，岁数大的人他有感情哈，对每一个的家具啊，什么小以前用过的东西啊，都很有感情，都舍不得扔。那年轻人眼睛都不眨，全给你扔掉，这个子孙后代。那我们要学佛的人，其实要学会断舍离。断舍离不是把你家具那些不好的那个旧的要扔掉，而是要舍，断五恶，断五痛，舍五恶，离五烧，这个断舍离。那把这些断掉以后呢，就降化其意，降是降服，化是教化，降化其意，所以降化这个词也很重要，就是你想要，你想要让众生得到改变，你想自己身心得到变化，你首先要降服你的五恶，杀盗淫妄酒这五个你要降服啊，就因为那些是心像火一样烧起来的，你要把它水要把它降温，要就降掉，这个降也是降，就让别人投降，投降，投降就是服了你了，他只能趴下了。那我们如果没有持五戒的人，那个五戒一来呀，特别是爱喝酒的人，看着酒他命都不要了，他酒喝了再说，因为你就降服不了这个烦恼，所以五这个五恶如果能够降服了，你不再造恶了，然后你才发现孺子可教也，你是可以一个可教化的人，因为你不愿意造恶了，杀盗淫妄都不想造了，不会去伤害众生了，这样子给你讲好话你马上听进去，给你讲甚至讲无我，你马上能体会到无我是真理。如果你这个我执很重的人啊，他让他告诉他无我，他想都想不到，完全无法理解，只有把这些恶业消除了，那他才有机会。所以呢，叫降化其意，把他的心得到教化，然后才令持五善。五善就是不杀不盗啊，不盗不淫不邪淫不妄语，这个不饮酒。
说获其福德度世长寿弥环之道，这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获其福德，就是五戒持好了，人相具足，人的五福就是五戒，五福啊，就是健康长寿，健康长寿，富贵好德善终，这五样如果你都有，你必须持戒，五戒都持到了的人叫人相具足，所以叫获其福德。这个内在有德，外显呢是有福报，然后呢要度世长寿，就这一期生命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是来度化众生，让自己这个很容易的就过这一生，而不要度日如年艰难度日，而是顺顺利利的把这一生活好，而且还要长寿，长寿至少要活六十岁以上，六十岁以上你就不要再求了，再求也没关系，短一点也没关系，也就不算短命了，所以六十岁以下就是短命了啊。所以呢要度世长寿，然后呢最后要弥环之道，就证得涅槃。所以大家知道啊，所有大小乘佛法解脱道弥环之道，它的基础是无界，也就是说你学佛学什么，人先做好，人做好了你的学习才有受用，才接地气。你人都做不好，心都不安，还五痛五烧烧起来了，你那么痛苦，你怎么能证得涅槃呢？所以把人先做好，那就是证得涅槃的前提。所以佛言何等五恶，什么是五恶，什么是五痛，什么是五烧，何等消化五恶，怎么样才能够把五恶消化掉，令持五善，再持五把善，那获得这个福德，度世长寿涅槃之道。这后面啊就详细的分开来说这五恶五痛五烧。好，大家看经文，其一恶者，诸天人民汝动之类，欲为众恶，莫不皆染，强者扶弱，转相克贼，察害杀戮，蝶香吞噬，不知修善，恶逆无道，后受殃罚，自然去向，神明计时，犯者不赦，故有贫穷下贱，乞丐孤独，聋盲阴阳，愚痴蔽恶，自有汪狂不逮之俗，又有尊贵豪富，高才明达，皆由宿世持孝修善积德所致，是有禅道枉法牢狱，不肯畏圣，为恶入罪，受其殃罚，求望解脱，难得免出，世间由此莫遣现世，寿终后世，由生由惧，入起幽冥，转生受生，譬如王法，痛苦极行，故有自染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转冒其身，改行异道，所受受命，或长或短，浑神精实，自然去至，单独直向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复，无有质疑，殃恶未尽，不得相离，辗转其中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，天地之间自然有事，虽不及时，诸报正见，善恶正道，是为一大恶，一痛一烧，情苦如是。啊，这个五痛五恶五痛五烧啊，所以先讲第一个，第一痛也是第一恶啊。说第一恶是什么恶呢？实际上就是杀生，杀生实际上就是伤害众生的生命啊。每个众生都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你对别的众生生命一点都不爱惜，随随便便的就让别的众生受苦，所以杀生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不杀生戒啊，是释迦佛看到了每个众生都爱惜生命，
所以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上，唯独只有佛教是真正的做到尊重生命这四个字。尊重生命，他尊重生命采取三种方式，第一种是不杀生，第二种呢是吃素，第三种是放生，都是对每一个受苦的众生，不忍心众生受苦，所以不能伤害他，也不能吃他，最后还想办法把他救过来。所以这个是大家没有学佛之前是不知道的啊，学佛之后我们一定要懂得。那为什么佛会这么尊重生命呢？你看第一二说诸天人民，从天开始算，天是天道，人是人道，蠕动之类就是畜生道。那我们这里最直接能看到的人和畜生这两界的众生我们都能看到。天神呢，在过去大家福报大的时候，天神也能看到，很多人能见过神哈，见过一些神的这种视线，或者真正的神也能看到。但我们现在呢，大家对圣这个天上的神仙啊、天人啊，我们用这个肉眼很难有机会看到，因为我们自己福报不够了，就好人看不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的坏人会多一点，所以大家也要记住啊，你看到的好人多，说明你内心善良；你看到的坏人都说明你内心邪恶。这个福报没有了，越没有你就看到人都是坏人，没有一个好人，到最后看到谁都是仇恨，都想揍他。就是当寿命降到十岁的时候，看到谁都想拿刀去杀。没有刀，随便草拔过来就是刀，就能把人杀害到，所以随随便便就能伤害到人。这就是这个众生的生命都是爱惜的，但是呢，众生是恶欲为众恶，欲啊，就是百善孝为先，万恶什么淫为首，欲就是淫欲啊。这个大家对自满足自己的欲望、口福的欲望、睡眠的欲望、衣食住行的五欲，这个欲呢是所有的恶业啊，都不怕啊，就想自己获得满足自己的愿望或者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不惜造很多的恶业，莫不皆然。这个诸天人民，你看，就我们大家有时候修行起来，觉得为什么师父修行怎么那么难啊？那么难就是你是坏人才难，你知道吧？就我们这个心里面想干坏事，老是偷偷摸想干坏事的，就这种心，不要说人哦，诸天都有啊，佛都看到的。然后还有个天人也是有个毛病，人间更是如此，那畜生道更严重。天人还稍微好一点啊，比人间。说强者扶弱，转相克贼，就是恃强凌弱，就是厉害的人总是去欺负弱小的人。那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这样，那当然领导都要有本事，对吧？没本事，如果本事比你高的，你当领导也会被人欺负，被下属人也是欺负，那能欺负你的他也是强人，就是强恃强凌弱，转相克贼，就互相的把对方都当贼，互相来攻击对方，这也是凡夫哈。那厉害的人要攻击不厉害的人，不厉害的人要起来反抗，也还是要攻击你。所以历史上叫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如果是这个上面做的不好，你看揭竿而起，什么起义哈，就这种。所以历史是这样，人类或者畜生道也是这样。那这中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因为资源有限，你想要我也想要，互相争执，所以呢杀，这个残害杀戮叠相吞噬。这就是残害，首先把对方伤害致残，就有时候身体受残，有时候心灵受残。比如小孩子，父母亲教育孩子，孩子不听话就打，一打两打好了，打得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，非常的自卑。被父亲骂得太厉害了，也很自卑，就是身体没有残，但是脑残了，没办法。这小孩子就被父母亲这么教育坏掉了。这个语言攻击别人，让别人难受，你觉得一辈子抬不起头，这些都是残害。就一个健康的心灵啊，会受到各种的伤害、残害，还有直接的杀戮，就互相之间的杀害，这杀戮。然后呢是叠相吞噬，就是大鱼吃小鱼啊，小鱼再吃更小的鱼
啊，这人世间就互相吃啊，这个、吃就是吞噬，就互相的伤害，互相的侵占别人的这个好处，啊，这人世间就是很可怕。哎，不知修善，就在这样的这个诸天人民乃至五趣之中啊，畜生道，他们不知道修好事，恶逆无道，不知修善的人，不知道修好做好事的人，他这个恶就是不停的伤害别人，逆就是与别人为敌，就不能顺从其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言语举止上啊，大家不只是父母要孝顺，其实一切众生都应该孝顺。这个《梵网经》里面说，一切男人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所以你真修行啊，不应该违背这个众生的意愿。当然他如果非法的这个意愿，他希望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希望是对生命有伤害的，当然要进行劝告和阻止。这主要是要在道上，所以善道，那恶逆无道就是没有善道，只在恶的伤害别人的这样的道上。这是每个人都想自由，都不想让别人管，特别是小孩子还没成长的时候，他就不想父母亲管，跟父母亲吵架，就现在叫叛逆期的孩子，这些实际上都是无道的表现。哎，他不知道善道，所以呢，他觉得我要自由，这众生都带着我执啊，所以这种人呢，后受殃法，自然去向。以后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孝顺父母，没有好好的听话，那在成长过程中，你看养成了一个暴脾气，以后到哪里你遇到好人还行，遇到比你差的人呢，你老命就要搭进去了。所以后受殃法，他其实不只是自然这个有人会收拾你。就老天爷有时候也会收拾你，这个老天爷，我们中国人讲老天爷是举头三尺有神灵啊，甚至按佛教说就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因为你造了恶业太多了，以后你的气息就带种暴力的气息，所以呢，有一天这个大自然看到你，你看到的大自然也是暴力的一面，这不好的都被你发现了，所以最后是你自己会把自己自取灭亡，就后受殃法，这叫自然趋向。自然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因果规律，自然而然，自天而然。就大自然最好的规律就是因果报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哎，这个就是作恶无道的人，他会受到灾殃和惩罚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他这里还说了一句说：神明计时，放者不赦。这个佛告诉我们，就每个人呢，与生俱来就有一个叫俱生神，就是我们的我执啊，带着我来的那个我执叫俱生神。每个人自己生来就带着一个神过来的，就有一个神陪着你的。这个神陪你干什么呢？陪你，他把你的好事坏事都记录在案，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做坏事没人知道，只要你自己知道你就麻烦了，你自己不知道是没有罪的啊，你做了坏事你不知道没有罪，但是你知道了，那个知道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神明。所以我们大家有没有精神啊？精神好不好？精神好的人他是非清清楚楚，烦恼不烦恼清。精神不好的人像打瞌睡，人家把他扔到河里他的可能不知道，就他不知道啊，是神明暗遁啊，没有精神。所以神明有一个俱生神，他会记住。所以大家为什么有些人在这个年纪轻轻的时候受到伤害，一辈子心里有阴影走不出来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那个神明把他记住，记牢了，经常翻出来看一看看一看。所以我们如果做了坏事，你在心里不忏悔的话，你这样想到一下又难受一下，想到一下又难受一下，那难受一下就是你的神明来惩罚你，你知道吗？就自己记得那个自己与生俱来的神明，不一定是外在的天神，但实际上就是大自然就有这个规律。所以呢，你做了坏事别人都不知道，就是你自己的神明知道，这个神明他记住了，他认识你，所以他放者不赦，所有犯过的错误啊都要自己去承担。
除非你认错了，改过了，改过了，那你已经解决了。如果你没改过，那就放着不赦啊，也就是说你还没有服刑期满，他不能这么便宜你，就把你这个做了坏事就不让没让你遭恶报。所以有贫穷下贱孤苦孤独乞丐啊，孤独贫穷下贱就偷盗啊，这个乞丐也是偷盗，偷懒还有偷盗还偷懒，偷懒也要当乞丐，你小心啊、哦！这个孤独就是自私，他只管自己一个人，所以孤独。那如果你多一些爱心，多帮助一些身边的人，你就不会太孤独了。这特别是岁数大的人啊，这岁数越大越孤独，子女都不在身边，是吧？那你心里有佛，你就不孤独了。你天天念佛，道友来一起，你看天天跟我们还这么多人在一起，他就不孤独了。但是如果你很自私，只管自己，你都不帮助别人，也不去参加集体的活动，你就老了就很孤独了。其实有些人没老都很孤独。还有这个身体上的聋盲音哑，就耳朵也不行，眼睛也不行，舌头也不行，就是这个眼耳鼻舌啊，盲聋音哑，还有意就是愚痴闭恶啊，人又傻还坏啊，就闭就是遮蔽，就智慧没有，脑袋里面好像老是有一团乌云盖住一样，不明是非，不明事理，很多人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过来了，就是怎么做善怎么做恶也不知道。比如说孩子听话不听话，他该听什么话，家里人应该从善还是不要从善，被人打了怎么办，被人骂了怎么办，他不知道的，糊里糊涂的。但是呢有时候只想不被别人欺负，所以动不动就要占别人的便宜，因为怕别人欺负你了，所以动不动就要去伤害别人，叫愚痴闭恶。自由汪狂不带之俗，汪狂，汪呢就是这个汪是指心思散乱难以控制，狂呢是也是自己就是会伤害别人，汪是伤害自己，就汪狂。就有些人像现在的自闭症就属于汪啊，然后这个自闭症的人他有些还狂躁症啊，那躁起来会去伤害别人的，这种叫狂，所以汪和狂不一样。现在自闭症的人很多，但这个实际上都是造恶导致的，就你不尊重别人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也得不到尊重，就大家要将心比心啊，就这种，就你为什么你的心那么乱控制不住，因为你不让别人心安，你老是让别人操心让别人难受，所以到最后这个果报就是你的心自己控制不住了，别人还没找你报应呢，你心狂起来了，你心疯掉了，像疯子一样，所以汪狂不带，带就是逮捕嘛，就是抓住就控制住，不带就是控制不住了，就狂起来控制不住，或者心烦意乱的控制不住，有些人控制不住了就喝酒，喝醉了才躺在那里，结果发酒疯的更严重了，然后你搞几次以后呢，不喝酒自己又更难受了，所以以毒不一定能攻毒哈，这个从毒从恶入恶，罪业更重，那不带之俗。那这个是前面你看这个杀生啊，说又有尊贵富豪富高才明达，这都很厉害的，皆由术士慈孝修善积德所致。这背后其实讲的就是因果，就恶有恶报啊，善有善报。就现在人为什么他会尊贵啊，会豪富啊，而且呢智慧很高啊，就德行很高，有才华，又智慧明了，又通达啊，这个人情练达嘛，世事洞明皆学问啊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就一个人他懂得世间的这种为人处事，也懂得出世间法，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厉害，都是因为过去世啊又慈悲又孝顺。慈孝这两个字啊在大乘菩萨道里面特别重要，就是我们大家修行念佛念多了，你的慈悲心就会起来。有时候想想观音菩萨那么慈悲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光都照耀着我们，这在救度我们，所以你念着念着你就想，
你如果也有光，你应该去照耀你身边的所有众生，首先把你家里人先照照好，然后在身边的所有的众生，九法界的众生，就是你不忍心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这样一来呢，他就过去生的这个修善还有积德，他能感召前面的这个五福啊，就我们讲这个健康长寿富贵好德，都是这前面八个字说的尊贵豪富高才明达。是有禅道，世间呢有禅啊，世间这个禅规啊，禅道就是禅规，就世间的禅规王法牢狱，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制定这个国法，这个王法，这个国法呢，它都有你犯法了都要严重的受惩罚的，严重的还要进到这个监狱牢狱里面去的啊，所以王法牢狱啊。所以有些人他对王法牢狱呢不肯畏圣，就不怕犯罪，不怕被抓起来，他怎么不怕？他以为自己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就有很多犯罪分子确实他有仿侦探能力哈，好像这个罪证可以把他抹掉，自己逃过王法制裁，以为自己就没事了，他以为自己没事，是不肯畏惧，也不肯谨慎的从你的身心当中去改善自己，说为恶入罪受其殃法，他造了恶罪，造了恶，然后呢就入了这个王法，国王或者国法判他有罪，叫入罪，然后呢受其殃法，也被抓起来判刑坐监狱，那也是受苦的，然后呢求望解脱难得免除，因为他不怕这个王法，就没有改善的这个心是不想改善，要老改劳动改造嘛，就劳动以后慢慢他又不想干坏事了，改过来呢你可能就能出来了，所以你不想改，不肯畏惧，不肯谨慎，那这种人他只能等罪行服满了才能出来，就像造了嗔恨心毒恨啊很厉害的人，他下地狱以后只能等地狱的那个果报结束了才能出来，没有结束之前半路让他出来他出不来，就脑子已经糊涂掉了，就让他生善心他生不起来了，他觉得大家都是恶的，为什么我行善，就这么一想他不愿意行善，慢慢的连这句话也忘记掉了，别人不行善我为什么行善，那有时候觉得好像还有善的这个概念，只是不做了，但是当他慢慢的别人都不行善，那个善他都行不出说不出来，他就会说大家都行恶我为什么不能行恶，他变成这样，大家想说是不是这样，就是别人不行善我为什么行善，他心中还有善的话语言他还能讲得出来，他觉得别人不修行我为什么修行，他心里还有修行这个概念，到最后说大家都没有人修行啊，所以修行这个概念就没有掉了，那谁教你啊，就没人教你了，所以呢他就很难出来，就难得免除，说世间有此啊，目前现世就有眼前的这种行为，然后寿终之后他的后世就是来世啊有生有举，你前面有一个恶的基础，就像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河里面去，他这个手脚并用拼命挣扎很想出来，那基本上越挣扎越往深水的地方去移动的，很多这个不会游泳的掉到水里啊，就水很浅的地方他停不住，他越挣扎他往越往深的地方去，越陷越深嘛，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掉到水里你千万不要挣扎，你就装死，你说死了算了，他一放松可能就浮起来了，真的，你们以后要试试看哈，那真的一放松他马上浮起来，但关键是你害怕，你心里就受不了，越挣扎他越下去，就这个造恶的人也是一样，造恶的人说哎呀以前已经作恶了算了，我从此以后该报的报吧，我就接受吧，你一说接受了你的恶就有机会改了，就不要怕这个以前造的恶，而是觉得现在我回头来得及，那你马上就改，但是大部分的人现世遭恶报
他来生是有生有聚，就越陷越深，越来越严重啊，加剧，入其幽冥，转生受生啊，进到这个幽冥啊，就是幽暗的，像地藏王菩萨叫做幽冥教主，这个幽冥就是地狱。就我们人还算可以啊、哦，人如果你不知道人间的这种冷暖、善恶、是非、好恶、对错，还有尊卑，这些如果你分不清楚，不能分开三六九等啊，你的是非都不分的，分不清楚的，慢慢你就陷入到畜生道了。畜生道是不分的，所以你以为畜生道不分的才是好，你觉得好像分开了都是分别心，都是哪里有高有低，有尊有卑。人间最大的特色就是尊卑，父母是父母，子女是子女，你不要当着子女就以为自己好像是老子天下第一，不把父母放在眼里，不把长辈放在眼里，那这个你就跟畜生差不多，就你的纬度低掉了，你分不清楚哪道好哪道恶。所以这个畜生道如果不行呢，他再折腾折腾呢，他就到恶鬼道去了。畜生还有时候自己努力还能够自己获取一些食物哈，像牛啊，你看它吃吃草，它能把一天也能把肚子吃饱。到恶鬼道，肚子都吃不饱了，没有一天能吃饱的，就是长期处在饥渴当中。但在恶鬼道，如果他还不能超度呢，他就进入地狱道了。看到四周所有的环境、人事都在伤害他。不只是人啊，畜生道是畜生，是一类畜生会伤害，一类畜生不会伤害。比如牛羊、老虎、狮子过来会伤害他，那牛羊过来不会伤害他，就畜生道。那恶鬼道呢？它是大部分的这个外在的这个食物，外在的会伤害他，同类的伤害的少，因为大家都饥渴嘛，大家都是恶鬼嘛，然后。大家都没得吃，所以呢，他是外在的环境让他感到受伤。你看畜生道是一类的友情对他受伤，环境他感觉不到的，受伤也有，但感觉不到。到地狱道呢，人和畜生，不是人和畜生，是众生，有情的众生和无情的外界都对他伤害，就更严重了，就是肚子吃不饱，饥渴的要命。然后呢，还火烧起来，同时呢，住在铁围山里面，四边都火烧起来，所有的环境都是痛苦的，所以地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是没办法，所以叫幽冥啊，进入幽冥，转生受生啊，在里面受了很多劫啊，都有苦。譬如往法呢，痛苦极行啊，故有自染三途无量苦恼，就像往法一样，痛苦极行，这个。犯了法了，你要受这个刑罚，就是那在三途恶道里面，实际上也是我们受了造了三恶道的业，才会到三恶道的受那个苦，说无量苦恼啊，转冒其身改行异道，这个冒就是贸易，就是转换他的身体，就从地狱里面如果出来，转一个身体，换一个身体。用什么才能换这个身体呢？就是地狱的众生是嗔恨心重，特别容易生气，那他地狱受了那么多苦，他有一天突然知道了，我不能再受苦了，我不能再生气了，气越气越苦嘛，他不生气了，他想我很可怜啊，我可怜啊，那我不生气了，但是我很可怜，谁来可怜我？但他觉得用可怜来转化生气的时候，他就升到恶鬼道去了，他从地狱会出来的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在家里人面前很生气，很想跟他吵架，你发现吵不过了怎么办？你就装可怜，你说你原谅我吧，你关心关心我吧，我很可怜的，他可能对你就好一点了，因为从地狱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出来到恶鬼道了，所以这叫转冒其身，就你的身体的状况也转成恶鬼道的状态。但呢，改行易道，你看这个易就是贸易嘛，就是改变嘛，从地狱道出来，或者呢恶鬼道出来，转到畜生道，这个道改变了。那改变了三恶道，如果改变了，他转人道，
转到人道以后所受的寿命或长或短，有时候长的也有短的，说魂神精石啊，自然去之，就你的这个与生俱来的俱生神，还有你的经历、你的认识、你内在的那个心叫灵魂哈，我们叫魂，实际上就是你内心的胆识啊，神魂就是胆识。就一个人，有些人一生下来，他胆识过人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怕；有些人就很怕，连天黑都怕，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都不敢待。就是为什么？这神魂精识都是自然去之，也就是说因果的规律让你就得到这么多，你不要责怪自己父母给你养的不好，也不要责怪这个从小体弱多病，你转世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给你这么多，多的你也受不了，少的也不会啊，这是果报给你的。所以呢，当独直向就都是自己独立的，直是直欲，相是趋向，也就是说你自己遭遇的你自己去面对，都是你自己独生独来独往，相从共生，就是那些这个身体，比如我们得到的这个身体或得到这个寿命，都是包括你内在的精神啊，精神境界，就人是聪明的还是糊涂的，都是过去的业给你定好的，不是无缘无故就给你一个聪明人，也不是无缘无故就给你一个傻瓜，你是傻瓜那就是过去你只修这么多，没有修得更多，所以呢它是相从共生啊，跟你的业力跟你所造的业是一起出生的，更相报复啊，无有止矣。这个后面还是讲，就是你的福报，你如果杀害的这个众生，地狱的果报结束了，有些出来了，也是根据你跟他有的业在一起的相从共生。比如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有些人夫妻叫什么冤家路窄，冤家路窄，这一家人碰在一起天天吵架吵一辈子，这都是相从共生，这今生来就是找你麻烦来的，他不给你点麻烦，他的任务没完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些孩子他没不给父母一点麻烦，他任务没完成，他来是找你算账的，来讨债的，债没讨完他不走，但有些来报恩的，那就比较好。所以呢，但是凡夫之间啊，都带着强大的我执，所以呢，更相报复，无有之意，包括兄弟姐妹之间。也互相报复，有个抱怨吧，抱怨就是报复，就是你怪他，他怪你，你觉得他不好，他觉得你不好，互相都觉得不好，所以殃恶未尽，不得相离，你看多可怕哈、哦！你造了一个恶，下地狱了，跟他一起下，因为他你伤害他，他也在伤害你啊，然后出来了做人，你看还更相报复，还在一起，这个罪业还没有受完。你还离不开他，是不是有这样感觉啊？想出家了出不了，家里人不同意是吧？特别是有些人，这个关系特别不好，但是你又不能不相处，就这种，就那有些人说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就自杀。自杀完了一转头，又碰到他了，你报还没报完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不得相离，这离不开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想改变生命当中的恶人，只有把自己行善，因为你的业跟他不在一个道上了，碰不到了，你到天堂了，他到地狱了，你看他怎么搞也找不到你，但是你在天堂，他也在天堂就碰到你了，他在恶鬼道，你也搞到恶鬼道去了，你还就是追找他去了，那你没办法，就跟他碰到了。所以罪业是互相纠缠的，就量子纠缠，我们每个生命的业力啊，就像微细的量子，其实量子就是力量，力量最小的单位就是业力，我们的每一个业力啊，有共业的时候它就纠缠在一起，辗转其中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啊！在六道中的众生，你仔细想想，真的是互相纠缠太难受了。天地之间呢，自然有事，天地之间就有这个规律，
不是人造作的，这是规律，自然就是规律，就天地间的因果规律这样。你懂得规律了，你就懂得真理了，不懂规律，哎，你就不懂真理。说虽不时啊，即时足报应之，啊，这个足就是突然，报呢是即时啊，这很快速，报时就很快就死掉了，那么虽然天哪的这个规律啊，虽然不是造恶的人即时就马上就遭到恶报，造善的人马上就有善报，不是马上的，因为你比如说大家要烧水，你烧一下那水也要两三分钟是吧，现在烧水这个电的烧水壶还快，那你要柴火烧一个100度的开水，这时间更久一点，那你要种个菜呢，你得两三个月才能吃，你要种个水果估计两三年才能吃，你看你养个儿子那18岁还不能干活，你还得给他这个读书，还要给他钱，所以并不是做好事马上就有报的，他要有个时间段啊，这也是自然规律，那不能及时。那善恶之道啊，会当归之，这句话大家可以记住，善恶之道会当归之，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归善报，恶归恶报，它自然会归到那个道上去，自然归之。这就是第一大痛啊，大恶，这一大恶也叫一恶一痛一烧啊，勤苦如是，就是但在痛苦当中，譬如大火啊，焚烧人身，人能与中一心致意，断生正醒。这个最后就总结哈，因为前面讲这个杀生，主要是杀生。现在杀生的背后就是对我们对人的生命应该是尊重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不会去伤害去杀这个人，大部分的人是不会的，但这个人世间就有很多杀人的，就最近这个中东战争，你看俄乌战争死了多少人，就直接去杀人的，这个罪业非常重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杀人虽然不杀，但是很多人杀猪杀羊杀鸡杀鸭，哎，不过现在大家在城市里生活，猪鸭鸡羊这些基本上也不会杀哈，三件肉去吃是有买过来现成的，这个是中间的杀，也是杀。那下等的杀就多了，苍蝇啊蚊子啊蟑螂啊，这些在生活当中随处都有可能伤害众生。那么这些众生被伤害的众生，他的生命是痛苦的，虽然最差的最脆弱的众生，他的痛苦也比较脆弱，因为他福报很浅啊，所以像蚂蚁被人灭了，你看我们人升起这个杀生的那个念头啊，不是特别强烈，比如你要杀一个人，你得多大的这个仇恨啊，你才能够想到要把人给杀了，或者多大的那种心力啊，一般的人是想都不会想的。但是那个蚊子你一不小心就把它杀了，就是你一不动的这个手一抹过去它就杀掉了，阿弥陀佛，这还没准备呢是吧，那这个杀，所以所杀的对象有轻有重，这个对象越重你的罪业也越大，因为你的心跟它匹配的那个杀生的那个心念的力量是不一样的，你杀个蚊子自己没感觉就杀掉了，一抹就抹掉了，所以这个呢它罪业相对也是小的，罪业也会小，但是对你来说啊，但是如果你堕落成一个蚊子一下子被人给灭了，那这个生命你看它都有多脆弱啊，畜生道的众生它有些非常脆弱的，但是地狱道的众生更脆弱，地狱道的众生人不去伤害他，有狱卒会伤害他，还有些没有狱卒伤害他，他自己会早死，他自己早死，所以果报来的没办法的，他是前面说的自然
归之啊，前面讲的什么，这自然有事，它是自然的，就是自己的规律是这样。说地狱众生，比如说这个铜船铁柱的这个地狱，他看到这个船，他觉得非常好，是抱上去了，一抱上去马上烧死了。他不是有人，他是抱着柱子，柱子是火烧的嘛？那你还要去上啊？这个铁的柱子啊、火烧的通红，他看了他就想扑过去，就像飞蛾扑火一样。他扑过去了，就死掉了。所以这种呢，是他自己的果报感召的这样。那我们大家有时候，一个人在那里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，总想找人吵架，总想找个人来说说，是吧？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，他实际上就是内在的业力爆发出来。但他业力翻出来的时候，你如果在他那跟他说三道四，他到时候给你来两下，那你受不了。所以这种业力翻腾的时候，你最好离他远点，要不然他殃及池鱼，搞到你的麻烦了。这就是焚烧，譬如大火啊，焚烧人身，就是杀生的业，伤害众生的这个恶业。焚烧人身，说人能与众一心致意，端正端身正行，独坐诸上。就大家我们人啊，能够在这个焚烧人身的这样一个五痛五烧的这个世界上，大家都在互相争执，为名为利或者为家庭在那里闹矛盾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能不能在这中间一心致意，就把你想生气啊，想烦恼啊，想抱怨啊，想贪欲啊，糊里糊涂啊，这种心把它制住，就保持头脑清醒的状态。就像现在你们坐在这里，个个像佛一样，保持清醒，头脑清醒的状态。你的心里面妄想起来了，要把它学会把它制止住。反正现在你们妄想怎么起，我是看不到哈。但至少你嘴巴没说话，没乱来，是吧？坐在这里很像样子。那这就是身口已经制住了，那心呢？你念佛就能把它制住，一心念佛，那其他妄想少打。如果要打呢，就打些好妄想，为家里人啊，为社会啊，多做一点贡献。反正你打一个妄想也消耗能力，你打一个坏的妄想呢，那个能力反馈过来的是一个恶业，是一个烦恼。打一个好妄想呢，到时候还给自己种植很多福田，环境还好起来了，身心状态也好起来了。所以每个念头你要学会叫一心致意。阿弥陀经告诉我们要一心不乱，称其名号，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然后还要端身正行啊，这就是大家这身体的行为、语言的行为要端正，然后呢，独坐诸上，不为众恶者。就我们一个人自己啊，只选择做好事，做各种好事，不做各种坏事，众善都不要去做。说身独度脱，身体啊，就是这一身，这个身体它就能够超度三恶道，脱离三恶道的痛苦，然后呢，能够获其福德，度世上天涅槃之道，甚至能够把世间度世，世间也把它超度、超越啊，度过这个世间，度过天人，然后到达涅槃，证得涅槃，这就是真正的最大的善，啊，这是第一大的善法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敬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